小黄黄和他们的小红小蓝，我们就要靠他们来感受一下琅勃拉邦的这个风土人情了。这个时候就要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我们的叨叨。大家好，我是叨叨。据说啊，只要找到叨叨，就能在琅勃拉邦吃香喝辣的，对不对？对。哎，这个自行车骑行游琅勃拉邦，就是他推荐给我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旅游特色，在这儿啊，我们就要玩一种休闲，玩一种自在。所以我们就要骑着自行车，在这个湄公河边吹着和风，那叫一个惬意啊，是不是？该出发了。Let's go。 骑游琅勃拉邦，看起来这似乎有一些不太方便，但这的确是游览琅勃拉邦比较值得推荐的一种旅游方式。琅勃拉邦是老挝北方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并不算太大，但是风景秀丽，各种景色也异常的精致。如果乘车游览的话，您将会感觉意犹未尽，仿佛很多美景还没有看够就已经消逝了。 所以骑车就成为了来这里旅游的一种极佳的方式。琅勃拉邦既然位属老挝，那自然与我们的生活有着一些差异。有人说，各地的市场其实就是当地生活的真实写照。那就让我们先从市场来感受一下琅勃拉邦的生活吧。早饭，哇，外面真香。我们刚才在说惊，哎呦，好烫啊，这个。 惊喜的事情就遇到我们的同行，然后他们买了一些糯米饭，这糯米饭确实非常香。其实啊，就像刚才叨叨跟我讲的，你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最直接的不是去吃，而是直接到它的农贸市场来逛一下，你就能了解了。走，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新奇的发现。 哦，你说的小茄子，对，您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茄子啊？长得像个小苹果似的，是不是？小柿子，这就是中国。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喂，我让你看一下，我让你看一下，我捏起来，你看。 哇，我感觉它在我手上不停动的动，全身的鸡皮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当地人？这个是从这里面拿出来的啊？这个是从这个里面拿出来的。对。哦，仔细看你就能发现，它貌似就是像我们虫卵风蛹之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是平时是用来怎么吃的？ 先用水，就是把它放到锅里面，就用油炸出来吃。对，很香的。可是我也没吃过。但是，我觉得每到看到你看，就这个东西，我光想想就是用油炸出来，然后我就难以下咽，我就觉得有东西梗在这里，很不舒服。贵吗？这个东西？不贵。 How much? 10万到10亿。哦，它是10000块这么一小串。看到没有？这一串就价值当地的10000元。你想想要吃这个虫子也不容易，您必须是万元户啊。
5000。哦 ，five five five five， 五千，我看。1500。哦，我知道，就是当地的老挝币，1000块钱能买到5个这样的虫子，然后刚才他买了5000块的，就是有25个。对。Can I eat this？ 告诉你要用油煎来吃，不是生吃的。我想问问他是不是能生吃，如果能生吃到，我想让他生吃一个给我看看。他说 ：“No， 不能生吃，一定要锅来炒着吃。”好，走吧，往前。你看一下。我看没什么。我又是一身的鸡皮疙瘩，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难以咽下去。我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如果是像我们平时在云南地区能吃到一些蜂蛹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蚂蚱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像这些知了，像刚才那个虫，哇，我想想就是一身的鸡皮疙瘩，毛都站起来了。好了。我决定不再看这。杨迪不敢吃，但这东西的确是当地的一道美味。其实用这种知了的幼虫做菜，在国内也有，只不过我估计绝对没有琅勃拉邦那么盛行。知了的个头呢，也绝对没有琅勃拉邦这里的那么大。毕竟人家这里的生态环境可是一等一的好，孕育出来的农特产品也自是不需多言。看看这些水果，还有这些蔬菜，都是老挝人民日常生活里的必需品。这些东西做出来的菜肴，又会是什么样的口味呢？说句实话呀，这知了的幼虫真的是太具有挑战性了。我觉着换了我的话，我还是看看就好，吃呢就免了吧。好了，说到这呢，还是要跟您问声好了。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就是云南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精彩呈现的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我是主持人秦梅。老挝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这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呢处于热带雨林地区，它的植被和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在这里出产的各种水果食材都是绝对的纯绿色纯天然食品。那么说到这里，就想问一句了，这里的菜肴究竟是什么滋味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片子。Hello，刚才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在这个琅勃拉邦的城里绕了一圈啊，逛了他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小街，看了他们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的已经过了这个吃饭的点了，现在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于是你看。我们在湄公河边找到这么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小店，旁边都是很高的椰子树，相当惬意了。你看这一大桌子都应该是老挝当地的特色菜吧？是。哪个是最有特色的？推荐给我看看。几乎这几道都是很有特色的。我先随便找一道尝一下。哎，这个，我尝尝，我先尝尝看能不能吃出是什么。嗯。好吃吗？嗯，这样热的天气吃下去非常的舒服，但是有酸味，有辣味，还有带一点苦。嗯，嚼起来脆脆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木瓜。木瓜。生葱木瓜。哎，传说这个东西吃了可以丰胸是吗？是不是？来，你多吃点。我喝喝这个。用这个来干吧。在当地你知道，在热带的地方就是产椰子，椰子产的非常多，所以来到当地您可以漫步在这个老挝街头，然后捧着这么大一个椰子，然后就这么敲一个小口就喝新鲜的椰汁。干了，干了，怕是有点多吧。这个没吃过吧？我知道，海苔是吧？对，就有点像我们是不是油炸海带啊？不是海带，是海苔。海苔。嗯，海苔味道怎么样？嗯。哎，这道菜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你看，剥开里面来给你们看看。
它里面全部是用那个。它里面有芝麻，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有芝麻，然后很香，这样吃起来。其实啊，我在来之前就小小的备了一下课，就是在老挝这个地方，因为它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很热。然后呢，当地人吃的呢都是以生的、半生半熟为主。你别看以为我们吃的好热啊，其实这些就是有一半都是凉菜。你看，我们都已经渗出了汗。如果不是在河边的话，那会更热。所以，如果到当地，一定得找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在湄公河边的小餐馆，然后像我们这样吹着河风，两个人坐下来慢慢的品尝一下。哎，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得推荐给你们看，就是这个比尔氏啤酒，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呢就是老挝的那个老了，就是老挝啤酒。老挝啤酒啊，在整个世界啤酒排行上，它可以排进前三名，所以非常有名。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所以到这儿我都要特地的点一瓶来尝一下，口感很好，口感很好，来 ，cheers。老挝啤酒这世界前三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那可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它喝起来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一股子麦子的香味，口感呢也是回味无穷，深受人们喜爱。为什么它那么好喝呢？这就得说说老挝啤酒的制作过程了。据说这老挝啤酒是不添加任何的辅助原料的，而却在制作工序中还少了两道，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啤酒的营养成分。可以说你每天不需要吃饭，光喝喝这啤酒啊，营养也就足够了。说实话，在这样热的天气，如果你能坐在这里就是喝一杯冰冰的这个老挝啤酒，然后再吃着这么多凉菜的话，那是非常享受的。在这个河边，刚才我们漫步在这儿，发现有很多老外，我们也是老外。现在就比如说有很多来自欧美国家的一些人，他们会赤裸着上身，然后就坐在这样的栏杆上，然后手里就抱着一瓶beer long， 然后就坐在这儿聊天，就是非常休闲的样子。我觉得来到老挝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急，慢慢的，然后找一个地方慢慢的走着，然后走累了慢慢的找一个地方休息着，这样才是我们在老挝的生活，就是一个字，闲。再加一个字，慢。慢，这个又是什么？手抓饭。我有筷子。糯米饭，不行，这个一定要手抓着吃才行的。是吗？是。我刚才没洗手，不管了。口感很好啊，很香啊，这个糯米饭。它这个糯米饭跟我们中国的制作不一样，就是它是用生的米，就是说它不加水煮，是蒸出来的，所以口感很好。而且，它应该是用竹笼或者木笼之类直接蒸出来的。是。米饭里面有一股很浓的这种，就是竹子的那种清新的味道。是。好香啊，真的。因为一定要来尝一尝这个。我们中国人煮这个糯米的话，都是用水煮了以后，然后再蒸。但是这边的话，就是说它是直接把那个米淘完以后就直接生蒸。哦，就是没有泡的那个过程。对对对，所以它的口感就跟我们在中国吃到的那个糯米不一样。真的，我好喜欢这个米啊！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就是很浓郁的，除了糯米的香味以外，很浓郁的这种竹子的气息在里面。对。随俗，在老挝饭是要用手抓着吃的，不是因为这样吃着有感觉，而是这里的米呀弹性都很好，用手捏了以后更有嚼头，而且呢还方便蘸上当地独特的菜汁肉酱什么的，味道呀是非常的好，所以在老挝吃饭用手抓一抓也是不错的选择。老挝菜肴是很多的，多半以生冷半熟的食物为主，毕竟这里太热了，要是全弄成热汤什么的，估计您也受不了。所以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江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小餐馆，让人们能够在河边边乘凉边吃饭。琅勃拉邦的生活是悠闲的，在这里慢慢的
地吃顿当地菜肴，在河边骑骑自行车，甚至是晚上在河边散散步，看看河面上慢慢落下的夕阳，都是一种享受。其实烤肉还是蛮辛苦的，你看，我原本以为啊，在这样非常热的地方是不能吃到火锅的，然后想不到叨叨居然带我来吃火锅，这个火锅还非常的特别，类似我在国内吃到的这个炊锅，就是两边它有水的部分是可以用来煮来吃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呢就可以用来这个烤肉吃，非常棒，而且他们的佐料非常特别。这个是叨叨亲自拌的，非常棒，就是用柠檬蒜小米辣。哦，这个呢，这个是他们原本配的佐料，这是当地的佐料，我尝一下，你这个佐料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佐料是不是看起来就好爽啊？这个是不是还有一锅？很好吃，有点像我们的韩国烤肉的肉酱，但是呢它里面又有一股那种特有的酸酸的味道，有点像酸梅的味道。一个要加，它这个也是用那个柠檬还有那个小米辣熬制而成的。拌吧。确实，不知道细心的您有没有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你看看那边，不知道现在光还够不够，我们给一下。其实我们依旧还是在这个湄公河边上的一个这个小的棚子里面吃这样一个火锅，特别在这样白天非常热，然后流了一身的汗，然后现在晚上天气稍凉一点的时候，再继续吃这样热的火锅，再发一身汗，这种感觉特别的爽，就像你蒸了好长时间的这个桑拿房出来，你会觉得身轻如燕的，所有的这个毒素都被从汗里面排泄出去了。我蛮不理你了，我要吃。你太狡猾了，我也要开工。太美了。来，我提议我们大家干一杯。来，好，维也，别闹。每当清晨到来时，在琅勃拉邦还有一件事情是您必须去看一看的。琅勃拉邦是老挝的佛教中心，每天清晨和尚们都会沿街化缘，各个寺庙的和尚十来个排着队，环绕着在街道上走上一圈，早已在街边等待好的信徒们便把糯米饭、粽子等食物依次献给和尚们。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从他们平淡的神情中映照出琅勃拉邦人对宗教的虔诚。这个习俗已经延续近千年了，而却千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在布施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外国人赫然在列，想来也是为之感染吧。琅勃拉邦的佛教文化很深厚，你随处可以见到各种寺庙和佛塔，仅市区就有30多座寺庙，是名副其实的佛都，而且各个寺庙的建筑风格都有差异，在这里旅游观赏一下各个寺庙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普西山寺庙就建在琅勃拉邦市内的一座小山上，上山的路上你随处可闻知了的鸣叫声，更显得寺庙是如此的安静和清幽。而在普西山不远的香通寺则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象。确实在琅勃拉邦这个地方啊，佛教非常的盛行，随处可见佛塔呀、寺庙，
之前带您看到的这个普西山上的寺庙，隐藏在这个热带雨林的小山包上，若隐若现的，曲径通幽，给人以安静祥和的感觉。那这边这个香通寺啊，非常的华丽，从远处看的太阳照射上去就金光灿灿的，不愧为王室的寺庙。琅勃拉邦市内佛塔林立，而在琅勃拉邦市区以外独特的热带雨林将带给您的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了。热带雨林风光会是怎样的美丽呢？今天的旅游新时空带您到老挝的琅勃拉邦慢慢的旅行一次，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精彩。确实，您一定要带着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然后来到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啊！您看，空气那么清新，而且时不时的能听到各种鸟叫声，还有这个蝉鸣声，这个心情是非常愉悦的。不过，您一定要记得带上防蚊虫叮咬的东西，要不然您的手肯定会又红又肿的。然后接着跟我感受一下。雨林的天气啊，可真是说变就变，一点预测的办法都没有。你看刚才出着太阳，忽然一阵倾盆大雨就把我淋成个落汤鸡了。不过雨后的雨林空气非常的棒，满是泥土和绿色的味道，真的相当清新。我现在位置啊，就在距离琅勃拉邦大约30公里的地方，这儿有一条非常有名的瀑布，叫光溪瀑布，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了。但凡到琅勃拉邦来玩的游客啊，都会到这个瀑布上来玩水，非常的好玩。具体有多好玩呢？你看看就知道了。河其实就是同一条河，只是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而流入东南亚就叫做湄公河了。作为东南亚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哺育了这里，孕育了这里的文化。来到这里旅游，您的心情也会随着这条河流而变化。曾经到过它的源头，包括我们西藏境内，还有进入我们云南境内，一直到出境的，顺着这个河流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河流呢，从激烈万千，慢慢的吃饭，慢慢的行走，慢慢的思考，细细的品味，你才能体会到琅勃拉邦旅游的精髓之处，也才会感觉到它不虚此行。无极限，无极限。
句实话呢，其实琅勃拉邦真的非常的美丽，而这种美丽呢，确实需要以一种慢旅游的方式呢，才能够完全的体会得到。而且呢，我们的编导回来之后跟我说，他说琅勃拉邦的人民都非常的友善，并且他们大部分呢都能够听懂英语。在那里，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话呢，可以咨询当地人，他们都非常乐意的会帮助您。在琅勃拉邦流通的货币呢是老挝币和美金，要去旅行的朋友呢就需要提前来做点准备了。相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来说啊，琅勃拉邦还是显得比较神秘的。如果您也对琅勃拉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云南熊猫国际旅行社、云南商务国旅、光大车队，相信呢都可以帮得到您。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是非常感谢您衷心的守候。那么明天中午12点，云南卫视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我们还会带给您非常精彩的旅程和不一样的旅途感受。我们明天中午再见，拜拜。天也云南美，地也云南美，冰川白日